来啦！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重庆大山里道路真实的宽度。反正我这个六年驾龄的司机差点掉沟里了。如果是新手，这个路可以直接劝退了。今天就一镜到底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你的话敢在这里开吗？这个地方是一个向左的弯道，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，难度非常大。而就是在这里，车的左后轮也掉下去了，大家仔细看。就这里，左后轮下去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直接上来了。走直线问题不是很大，但遇到弯道就要格外小心，后轮非常容易掉下去。我说新手不敢走，应该没人反对吧？这就是重庆的山路，比之云贵川的应该不遑多让吧。